怎么用一块鸡胸肉做出十个小鸡排？快来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鸡胸肉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抓匀腌制20分钟。油可以多加一点，有一点炸的效果。嘿，我怎么切的都是爱心的形状？煎至表面金黄，带着点焦脆。超简单还便宜的小鸡排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